我教教主诸葛天爱，你残害忠良，杀人无数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我杀的都是该死之人。师兄，这妖女还真是死心不改啊！ 师兄，这妖女满命妖碎，竟让我无法动弹，受死吧！喂，治安，快去看，清风大侠被我斩妖斩了。嗯，凭什么？就因为这些黑粉的恶评？具体原因，等会儿见面再说。挂了。 怎么会这样？贺金峰是以我为元凶，英俊潇洒，一身正气。哎，没品位，大不了转行。可恶啊！追诸葛天爱，可是我前女友的翻版，竟然会有人不喜欢大侠，喜欢这种坏女人。 你谁啊？是人是鬼啊？贺金峰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怎么回事？这小子在我身上下诅咒。我是魔女诸葛天爱，莫名其妙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，遇到这个奇怪的人。 哎呀！你干什么呀？家里来了个女魔头，她把我掐死！哎呀，怕什么呀？不就是个黑粉吗？你应该高兴，她以后也是红的。死人呐！我陷入了爱情。啊，就是她，这个女人，厉她很，小心点儿。你好，我叫秋萍，小姐，你叫什么呀？就凭你。 也配知道我魔界至尊万妖女王诸葛天爱的名号？哦，你也是诸葛天爱的粉丝啊？身体就算了，怎么脑子还不好使？风斩！好大的力啊！我诸葛天爱从来不杀老子，小事吧？林女侠饶命啊！ 我不是贺清风，我不是。胆小如鼠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就连头发丝儿都长不短。当然不是贺清风。我摊牌了，其实我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，我叫贺明月。本座从未听说贺清风有个哥哥。那是因为他嫌我学了巫术，所以他不认我们的关系。你还会巫术？说。 你给我下了什么咒？是同体连心咒，将你和我的命连在一起，只有下咒才能把教主带到这里，让教主摆脱贺清风的控制。好好安心养伤，东山再起啊！哎呀，池安找女朋友了，还蛮漂亮的嘛，你跪在这干啥？这一大早的，不怕影响别人啊？现在年轻人真能折腾。 教主一定是饿了吧？回我家，我为教主准备早膳。教主，请。我叫诸葛天爱，身为万妖女王，我身份尊贵，绝不吃来历不明的东西。放心喝吧，没有毒。咱俩可是同体连心，你死了我也活不了。 明月，你厨艺不错，本座可以封你为火头军的统领。幸福。教主，我就是想给你擦擦脚、穿双鞋而已。本座要谢谢你，从贺清风手中将我救出。不过，这看上去不是救助。跟我来。教主，你要了解这个世界，就得多花点时间。你先看着啊。 秋萍啊，你没事吧？
半条命都快没了，那女的真是心如蛇蝎，简直不是人。真不是人，她就是诸葛天爱，昨天晚上从漫画里跑出来了。啊！我想起来了，昨天夜里的手稿。你谁啊？是人是鬼啊？今晚杜明月送回去，想到办法把我送回去了吗？我已经都想好了，你跟我一同回去，这个刀都杀光。太贵了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方法奏不奏效，要不然咱们从长计议吧。做我的手下不能胆怯，跳。此物能杀死这世间最顽强的生灵蟑螂，一定会送我们回去。快，与我共饮此杯。还有别的办法？这是什么？教主，这是你的命运之书，就是他把你带到这儿来的。时间地点和昨天一样，要素齐全，这次一定要把你送走。诸葛天爱，我叫诸葛天爱，我竟然是一个漫画人物。原来我从小受尽折磨，处处被贺清风压制，都是因为你。我错了，我怕我说出去你理解不了也接受不了，你要怎么打我随便吧。告诉我你的真名叫什么？我叫池安，池水的池，安妮的安。池安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就不揍你。要干什么？逆天改命，我说什么你就画什么。我要帅得高，武功得特别厉害，最好大家都怕我，一定要打倒贺清风。哼，你一定要把我画得又狠毒又强大。神风掌，那些道貌岸然的虚伪证据落花流水，让贺清风跪在我脚下认错。等我杀回去，我就是世界上的主宰，一统仙魔两剑。这几天你也累了，快回去休息吧。啊，晚安。别，你干嘛？快去带本座定做衣服，没看见裙子都破了吗？这东西也太贵了吧。这也太好玩了吧。小心。那个黑色是什么座驾？好快啊！那个是低阶坐骑，我带你去做一个更厉害的。啊，走！这就是你说的高阶坐骑吗？对，往里走。为什么别人都能坐着，我们只能站着？因为啊，这里和你的世界一样，都是弱肉强食的，谁有本事，谁就能坐下。可是魔界至尊，万妖女王。你年纪轻轻怪可怜的，坐吧。我年纪不小了，我可是500岁的魔尊。大哥，你也不容易，坐吧。谢谢。我，快给叔叔阿姨们说谢谢。谢谢。我笔下的人物也算是我的孩子吧，把他当宠物养着，也不赖。我要去那个。祖宗，喂，秋萍，新漫画不错，我已经替你发了。你什么时候去的我家？我就不应该把密码告诉你。不到6小时，点击量蹭蹭往上涨啊！大家都说诸葛天爱又美又飒，什么反响这么好、赶紧回家看，角色玄灵师实时搜索第一。小爱，十万回家了。小爱。我叫池安，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消失了。不，他不是人，他是我笔下的漫画人物诸葛天爱。十八王仓，还给我！要不就还给我，要不给我钱啊！我没有钱。谢。这天下还没有人能挡得住我诸葛天爱。神风。多少钱我给你。你也真是，女朋友有病就带回家，跑这闹去。你才有女朋友，你脑子才有病。你以后能不能不要乱跑了？你知道我很着急的吗？遇到坏人怎么办？我就是坏人啊。有人比我坏吗？今天就能签约了吗？
哎，好，那我下午过去。哎，小艾，你可真是我的女神啊！怎么啦？我们要发财了！发财？真的吗？是不是等你有钱了以后，就会给我买好多好多漂亮的衣服？漫画火了，也有你一份功劳。所以啊，你下午和我一起去签约吧。签约什么？就是领钱。领钱！从此以后，哥只走花路。太好了，可以有好多钱花了。真是的。他怎么还在啊？我已经将他驯服了。对了，告诉你件事情，这个网站的负责人，你认识？谁啊？你前女友。我就是前女友了。你跑什么？因为我的仇人比贺锦峰讨厌多了。可是要是没有钱，我们去喝西北风啊！少废话，把你揍！治安人呢？我代表他。治安，好久不见，你这也太客气了吧？他是谁？怎么奇奇怪怪的？他是我女朋友。我叫诸葛天爱，从漫画来到现实世界。他是我女朋友。给了我一个新的身份。他是你女朋友？这么多年，你给女朋友画画的习惯倒是一点没改。不要跟我翻旧账，我们只是合作关系。对呀，陈主编，你看合同的事儿，合同已经拟好了，签个字就行。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。走吧，在餐厅订好了位子，请你们吃个饭。好嘞。芷安，你的漫画技法比起当年进步不少呀，可是这本角色悬铃师三观不太正，诸葛天爱为人歹毒，睚眦必报，怎么能当主角呢？角色悬铃师现在已经位居榜首，世人皆知诸葛天爱是何等英雄人物，凭你两句话就能诋毁芷安的画作？没错，诸葛天爱的性格那叫凶悍霸气，以牙还牙，至于三观正不正，你没有资格评价。怎么还记仇呢？是忘不了我？离开远点！放心，我会保护你的。芷安，你女朋友好凶啊！还敢偷袭！程主编，程主编，撑住啊！我马上送你去医院。诸葛天，你给我等着！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这什么法宝？怎么风还热的？吹头发的，这比你的神风斩强多了。对了，你朋友是什么？你是我朋友吧？是女的吧？原来是这个意思呀。今天多亏了你保护我，能看到陈思欣吃鳖真的太爽了。没事，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。好帅啊，太帅了。陈安，快把他给我换进去，我要做他女朋友。